变形金刚四频生意外，米高比尔险中飞天水樽。哇，好高啊！咁又系，唔系睇佢哋打起上嚟好唔过瘾噶嘛？哇，好多老林啊！变形金刚四开工好大阵仗啊！虽然前日发生咗啲风波，但剧组一样照开工。我睇过导演米高比尔嘅 blog， 绘影绘声咁描述，都大概知咩事。涉案两兄弟被警方落案，暂控勒索同埋袭警罪，寻日提埋堂啦。所见现场多咗保镖，但有时咪话唔信邪啊？唔知系咪之前冇入乡随俗拜咗神仙咧？飞车拍动作戏预咗啦。导演喺天桥底睇睇下景 ，Oh my god！ 差啲俾桥上面临记嘅天降水樽搏中啊！所以见啦 ，Jack 个体身企到咁高，都戥佢心惊惊啊！长戏讲 Nicola 同扮老豆嘅麦克华宝等人喺天台逃亡，男友阿 Jack 把剑一定有啲玄机。